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观感是快云阳旅程水海龙之愿，海龙之愿、哦、基本上就搭配海龙来做一个通关的示范、哦、基本上就是水符需要很多很多很多颗，所以它才会搭配一个海龙、哦、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示范看看，怎么办法产生这么多颗的水符石呢、哦、这时候要小心它消、啊、它九力以上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左边做一个这个就是叠出的动作、哦，我这样你比较有机会做出比较多一点的攻击数。哦，非常好。哎呀，差点消掉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基本上现在只有九颗了。为什么不做攻击呢？为什么？有诶、欸，为什么不做攻击？因为下一回会更多颗，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先做一个储积顺便绿珠的动作哈。二四六七八九，九颗了。好，九颗就一波消吧。七回合刚刚好，他算过了。然后这次也是七回合，不是我算的刚好，因为我没练哦。我、哦、忘记跟大家讲了，这一只要十二颗以上哦。十二颗一样用这个绿珠的动作会有一点困难哦，因为。随便天降就容易破坏掉你原本的输出了。那我现在就尽量消一些不会影响到我的局面的珠。哎呀，十二颗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哦，这样就够了。既然这样够的话，我们就是一波把它消走吧，好吧，一波把它消掉。啪啪，这样你就不用等海龙或者是我的海盗跳技了。当然，回合数要刚刚好啦。如果你没有把握，就是回合数给它弄到刚刚好。好，所以第一关我才会拖那么久时间，是这样的原因。以上是这个升华三的示范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